好，下去了，走吧，慢慢走。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我是刚刚的热浪的2013年，4月26号，收银站10:13，什么意思？6次哦，都是开往花莲。第三个是平常不开放。对啊，没有啊，平常有开啊。有开只是没有车子怎么进对啊，到站的时候。哎，特仕版哎，一期操作，哎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去留发这叫三号车，走啊，慢慢走。慢慢走，一期操作的特仕车。你先帮我拿，好，拿下。我挂一下。好。一期特仕。耶，去留发这叫三号操作 PP 这样。超多媒体的啊。哎，没想到可以下来了耶。他洗澡开吗？洗澡开，算洗澡，没关系啊，至少可以上来。拍一下特仕车吧。我们找空旷一点的。啊，你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拍哦？啊？你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？自己一个人拍。嗯。当然是自己一个人拍啊！我身边都没有提到你，我自己身边。你也太孤独。没关系，跟我一样。整天零二十三，哎，对，那边还有个。这是几点发车的？看一下。1期3号车。我们还会停宿的。等一下。有一班呢。12。开往新左营。新左营那一台。12。哎，你看，哇靠，怎么跑不出来？等一下。啊，谢哥，再见，拜拜。他这边是16分发车吧？对吧？再1分钟。10:15，再见，拜拜。